喽，大家好，今天7月21日，星期三，天气晴。那今天主要的工作呢，就是露台的后段工程呢，希望今天能够整个把它做完。那今天为了赶工呢，所以早上6点钟就起床，那一直忙，到现在应该已经休息，准备开始铺木板。那铺完木板呢，就应该可以大功告成。所以今天的农场形式呢，就等到整个露台后段工程呢，执行完毕以后呢，我们再来去巡视农场，顺便看看呢鸡仔们到底还安好否啊。最当然讲的是我的小鸡仔们。OK， 我们就先这样子喽。今天6点钟起床，就开始搞后段的露台。那从油漆啊，防锈，然后再做行架的铺设。那已经过了半晌，快到中午了。那当然，整个过程呢也是非常顺利的。铺的剩下最后4块木板。铺完就 OK 了。那这4块木板呢，正在刷油漆，因为这是新的木板。那这4块木板刷完油漆，钉上钉子以后呢，那工作呢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露台的更新呢，已经完全到此告一个段落了。